本王阿康在前对抗，月商在后上演立定跳高。加油，加油！你听加油喊这么大声，稍微收一下自己的转向。要撞吗？我觉得没必要。哎，还是想撞撞一下。木野京龙飞了，撞都撞了一下，但还好，对，飞起来。我在后面看到两个飞天的，被他闪飞了。那个谁飞上去了？谁呀、啊？哇，一个在我左上角，一个在我右上角，上天了我。飞好高，飞机飞好，上天了，我看到了，飞巨高。不是你抽线了，我都没有看到你飞机在哪。你看看给不给我回放啊？肯定要给的。怎么又迷场面了？这次真的是月少啊，直接飞上去了呀！太搞笑了，飞到天上给我惊呆了，真的。搭载全新跑法，直升20，现场心跳直升143。加油啊，兄弟们！啊，相信你们啊！好，我们每周也练了很多很久的，啊，加油，加油！阿诺跟蛋仔两个人开到哈雷特，将在美洲大峡谷决一胜负。只要蛋仔能够拿下这11分，还不好说。这里内线直接挤开，而且0.6的差距。这0.52的哈雷特前面脱飘了，撞过来之后，大家可以。这在跑什么呢？这跑法全乱了呀！进到走，蛋仔不走，后面连带到了阿毛。哇，这场美洲大峡谷，我们得恭喜 AG。开始有点慌了，还好稳住调整了一下。我，你开局上前了？对，他们也慌的，我说过他们也慌的，别慌，失误了就追。我后面第二个一阶的时候跑法全乱，没关系，新跑法全部是全新跑法。阿丹也失误了，但是阿诺走的那个进道，然后阿诺真的怼了2秒。我没气，我怎么走？我还在卡气，进道口那里我还卡了一下。关键局轮着来。之后赛场重逢，悟空提前预判一稳到底，那应该是能跟上来，而且最后还稍微磕了一下，第一名能够拿到吗？应该距离非常，哎，比飞过去了，前反超了，最后的这一个飞跃，跳板上面完成了反超，猛的，这样的事情，四哥上把搞了一下，现在要干回来，沉浸式卡位，哼。悟空卡的那个第三位次，前有交错，后有狮子，但是上来之后直接顶你。是的，慢点跟你入弯，同样现在也顶到了第二，而且还影响了一下狮子的路线。一卡二，狮子这边极限就磕，断空下来过后，明明越跑越远，这局很顺利啊。你那真凶啊，兄弟，搞两个，他们前面跑的也凶啊，没跳就完美了。对，哎，你们两个这么打得有点爽的感觉。那还剩一张图了，一张图追3分。对，怎么说，每周还是空档。你哈雷特有练吗？最近练了呀。哈雷特吗？每周啊，那就哈雷特每周。这局就看敏敏能不能够分数跟上，之后目前的这个距离差不够，而且狮子还在2.0，这个已经第一了。最后冲线成绩，狮子是1.83，后边敏敏是4.20。看他后面消失了，直接不走近道了。你知道他一定会来搞你吗？对啊，问题不大，拿下。看他没昨晚预判到了，小练一下。看来我这天头星练度还是不够啊。我今晚回去给你发个任务。在逆境中成长，超贤基地终究成为一四大帝王图。下一把是6吧？对，应该起机甲。得起，得起来。基地不好起，起不了，就让他们开吧。那我们不起吧，让他起，我们稳着跑。超险基地打一萨不会的图，这一张图一萨其实翻了不少次的车，每次看每次裂啊。那这局有没有惊喜呢？看看，一迅速逼近反超了，咱们第二了已经。一萨双领跑，这打的是一萨的薄弱处吗？前面一还在拖，难道说久病成良医？就这张图，你们所有人打伊斯塔，打来打去给伊斯塔打出来了。是啊，这么一看的话，以后好像没法说伊斯塔这张图裂了呀。对呀、啊、，nice， 这个超选基地就是在被虐中成长，多打，来来，多打，来。黄念成也是，对啊，黄念成也是。下一场王图超选基地。WED 就用双领阵型完美配合，逆转局势，助力进收喽。加油啊，兄弟们！包给你拿的呀，包给你拿下的呀！真的假的？你们不要被骗我！
骗你干嘛？真跟尽力啊，尽力啊，尽力给你拿下。不尽力啊，肯定能拿下，尽力干嘛？可以可以，我喜欢你。小徐当时第一次比赛坐在这个位置，我依稀还记得那天打完比赛的时候去吃烧烤，然后你那天一句话不说。哎呀，那天第一次打比较紧张。对。他们现在给不到我压迫感。是的。那什么才有压迫不敢？哎 ，KZ 和他 W 都被我干了，他还有压迫感？肯定能拿下的。好。再劈一个闪电，有点难追了，感觉要 solo 了呀，追不上了。是的，结束了。最终我觉得这个比赛应该是没有像上次一样打完九局之后一萨拿下，是的，而反倒是在第八张图的时候由 WDGM 这边由小狙终结掉了比赛，恭喜 WDGM。 有了他想了、啊、这不治、哎、这不治他治他上马的虫他们有点乱了，今天打的。是的，哎，随便拿捏。这是什么道具组？输给一四大以来就没输过的。行吧，今天波波可以请个喝饮料了，老东家。对，请个喝饮料吧。好吧，基本操作，能喝你的饮料了哈。阿尼斯连追分翻盘 solo， 成功打破单挑魔咒，4-2了。千寻在这场 solo 里边已经领先了2分。没赢过啊，这赛季。来吧，再追一战。非常快。0.3还在拉近，这个路线0.1了，上来之后直接反超，非常完美。今天这场 solo 的结局不在血晶猎人，恭喜阿咪。抖了我，没事，还是领先了，还是领先。我直接弹老托，再扛一把，好吧，再扛一把。千寻完美起，但他被挡了一下，阴差阳错，我们得恭喜阿咪。让我挡住他。可以，07的场景也能赢。没事，挺好的嘛，打一下玩一下啦，没问题啦，宝。最后比较过了，反客为主，恭喜阿妮，连续三张图的冲线，帮助自己拿到了赛点。Nice 兄弟 ，Nice， 这才是熟悉的感觉。再拉个进阶，走刚刚二比走过的路，而且已经领先了2秒多了，恭喜伊萨。GG， 这都翻了。那个金道他应该是他怕我撞他，我在那拉细节，直接吸他，也算破了他这个魔咒了。没赢过，这一次赢了。现在就剩海贼跟雷伊了，其他的都赢。JC 用全员状态拉满，狮子萧瑟开启话痨模式。点飘三 T 放过来之后是官人要更快一点，0.01，仅差0.01啊。手图了，家人啊！很关键，你这一手手结束反明白，可以。那这个萧瑟出了点失误的，萧瑟出失误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后面两个人全部都跳秒了。这局狮子1分14秒77拿到了本场比赛7局比赛第6局完成的翻盘，两个人开始了。昨天其实也看到狮子发了一条微博嘛，说当他们两个表现得很好，然后赢下比赛之后啊。那个有一个动画，他直接给我提上墙了，我直接上去，然后我们俩直接双抜嘛，对啊，我直接去，然后蛋仔下来了是吧？直接下来，他那个野区直接就那个，没野区上，然后我全程放慢，我一直在追，然后我中间追上你，我看见后面，对，我看见前面是你，我也放慢，我贴着那道跑，我怕你延迟上，我一直放慢，我中间追上你之后，啊，我都没延上，我一直给你放慢，我一直都重放在你。先别在，这兴奋嘛，这不赢过人家。玉树临风，火力全开 ，OSG 在斩狼队冲击榜首。刘星稍微有点歪，只冲关键局的小玉再三空砍完成的冲线，你得恭喜 RSG。哎呀，都说只冲最后一把，我只冲最后一把。是，念球上来以后不来，飞碟要扣了，哎、扣住了，点的稍微慢了点，影子直接不会出现，恭喜狼队。笑死，高手不赢第一把，没事，你赢没了，但结果是好的。你肯定你抢到手图了，你要考虑一下单挑的。他这张比较特殊，他这张知道我不会请阿里特，那肯定对，有可能输赢无所谓，放轻松点玩就行了，节奏感觉对着好。来了，这个就只能挤内线了呀。要来，风仔在前，明星在后，这个位置但撞不了了，角度不对。但是一个内线的惯性直接完成了反超，最后直线速度应该还是谁更快呀？是07快0.03。可惜，你那完全防守了是吧？那没办法，打得挺好的。怎么样感觉？还好就行。他只能直接上去中。对，
哎，把风的带到了，风的落地下来之后速度还是要比明星更快一点，这把有点乌龙凤雏了，他也送了，他也送了，还好大家一起送，我起步这把没他快，其实是没他快的，对吧？你应该能看见，看见了，你起步上去砍他，那不挺空间的，我稍微有点硬，缓一下节奏，别想那么多，你不想太多东西了，再拿到一分就可以终结掉比赛，是。起步风在这边要比宁晴这一局慢了一点，但是直接切了一个内线反超过来，而且切完内线之后宁晴自己就上墙了一下，是，哎呦，氮气又没满，不是很顺利啊，这边直接又追上一点，0.2了，落地求稳，没有直接侧身，而是来了一个小的暴地，必须要撞吧，但是撞完走外道，那已经没了呀，我们可以恭喜二进，然后第一个弯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使用的方法错了，每次第一个弯都卡不过他，追好快啊，确实追挺快的，我小思路还好没点大的，让我们再次恭喜风仔最后以5-2的比分战胜了宁晶，为 RSG 再夺一胜。